一个保送，我直球要特别小心。抓到，抓到，抓到！一步滑来就被抓到了，哎，他要挑战。我滑来的话还是有机会，不过安全回垒啊。我这个投手、捕手跟游击手的一个暗号、牵制暗号搭配，哇，实在是我配合的相当好。应该是出局的几率大一点点。用跨回来的方式，江峰已经等在那里。哦，放到最慢。这可能这个角度，这应该判，应该讲维持原判的几率会高一些了，高一些。那不管是有没有挑战成功啊，主要就是在这个牵制的一个搭配哦，搭配的相当哦，超完美的。对啊，这个维持原判合理。对，这个的表情人家很委屈啊，不能再抗议啊，再抗议的话可能会被判出场。他认为透过这个计分板那边哈，整个视角是应该是按回垒。好的，还是走这一个球，进到两个，一箭双雕，就是大爆破了。王威神也来一个空中抓飞鸟，不让叶东华、江坤宇专美于前，真的太精彩了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。目前魏雄龙队还是两分落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蒂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还有订阅退去哦。